我前面做饭的时候接到了大使馆的电话，说实话刚接到的时候也是吓一跳，说以为有什么事儿吧，然后发现他们就是来确认领健康包的，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父母给我寄了很多物资过来，医用口罩我这边可能现在有超过100个，然后还有10几个 N95 口罩，然后莲花清瘟我也有好几盒，还有我回国的朋友给我留了很多的酒精啊，消毒湿巾，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可以先不用